一大早的火气这么大，不是你想干嘛啦？你又想掀台哦？我的观众以前是这样的啊。那刚刚怎么不打五颗头就赢了？你啊，可以打五颗头，我还要问你们哦。反正我们这队的，我们这队的 call 的风格可以让月月你们参考。啊，这边有人哎、欸，可以说哎、欸，这边有人哎、欸，然后我就说要不要抱 ？OK 啊，抱抱抱抱抱，然后我们就往前，然后就进二十。那、啊、你们那队是怎么抠的？怎么变脚进进十脚？你们也是吗？太好了，我要来开扁喽，神仙状态。不是啊，人都死完了。Let's look at the fun. Corona UB 啊，蛇蛇有送我两周年啊，有没？你嘞？我没有啊。李然然啊。不需要礼物吗？不需要、啊。礼物给你一拳的、啊。你不需要，我要啊！你要什么礼物？皮卡丘早安啊！随随便便五秒钟画了那个预测，我还上。嗯。啊！你要什么礼物？你要说。我要念。Oh shit！ 我没事啊，我没事。你要什么礼物啦？你直接讲啦，你不要在那边靠背啦。我处理，你妈的！一大早的火气这么大，不是你想干嘛啦？你又想掀台哦、喔啊？上次在老叔讲老师才讲那不够，又想要这边讲。哦，我还撒谎了，掀台。干嘛？到底想怎样？又没惹你。这是要蛇蛇送我你。蛇送什么？蛇送我一个蛤 ，Nemo 的蛤。啊？那我送你那个一个 Apple 组合包。早啊，1022。一定是啊。我等下去洗个头。你就拿 Apple 一个 Apple 组合包打发我。不然这里是送别的，你又没有帅，你要送什么？奇怪、欸。不要开视讯啊！为什么你知道我昨天发什么事啊？我看了你三天啦、啊，你三天都是这个状态啊！啊！我看了我就是说我有看你团练的。哦，我看。那、我觉得很正常啊，就是 caller 就是这样了、啊。没错啦。哦，昨天在吵，就是观众在吵啊。哦，你不要吵起来了。我叫你不要屌观众，你一定不可能办到。不是，他不是不屌观众，是因为我们不是在那个。不是，我是说你有点复盘的意思吗？我是说我。然后观众就会说。下指导棋啊。就下指导棋，然后就赢，就是让队友讲出来，就是会以上帝视角讲出来的东西。啊，当然啦、啊，我的观众以前是这样的啊。那刚刚怎么不打五颗头就赢了？你啊，可以打五颗头，我还要问你们哦、喔。怎么不打五颗头啊？刚怎么不吃鸡？奇怪，这个游戏吃鸡不就赢了吗？怎么都不吃鸡？我打炉石的时候也是 啊，第一名就赢了，为什么你要再掉到第八名？我就觉得很奇怪，这些人根本就在乱。你来快点吗？阿月，不是我的、啊。这个是哪里啊？华为大道，这是你们的 KSP 的跳点。好，那我明天就找 KSP， 今天就找 KSP 爆了。好耶！不要再爆我们了，不要再拿狙击抽我们了。反正我们这队的，我们这队的 call 的风格可以让月月你们参考。啊，这边有人哎、欸，可以说哎、欸，这边有人哎、欸，然后我就说要不要爆 ？OK 啊，爆，然后我们就往前，然后就进二十。这是我们这队的 call 法，可以参考一下。好值得参考哦。对啊，我们就是哎、欸、啊，这边有人呢、欸，怎么样？打不打？打了、啊，有没有装备？有 ，OK 啊，那爆了。太值得参考了，太会call了吧，队长。那、啊、你们那队是怎么call的？怎么变脚进进十脚？你们也是吗？你别吵啦！不是你们那也是call爆了吧？不然为什么你们也是十脚？啊、哦！你们是被黄、欸，我以为你们也是抠爆了。哎、欸，这边谁还在合成？这里有两只，慢点，都是经典哦，这里都是经典哦。I need healing。哎，对面都没打到血，全世界都在楼上。哎，这是我的第一把的，但是你不能骂我，你们要对我有一点那个。四排可以复苏吗？是不是？打他们复苏。就哭会哭诶、欸，
不来救我是谁啊？你是一棵树，我是什么？我是一只狗，是不是？我在路边怎么没人屌我？不是、啊，很忙啊！哎、欸，聂梦圆过来！按下啊！我在屁股按下叮。导一，导一，导一是不是？好，我要导一，我要进，我要进状态喽！我要三楼，三楼。右边，阿月右边。对对对。太好了，我要来开扁喽！神仙状态。不是啊，人都死完了。真是太丢脸了。这里刚刚有谁在外面？我在外面草丛有人，一组人。哎，我先溜了。我来帮你了，月月，我是不可能放弃你的。我宣布，你们是夫妻了。要不要跟我来？跟我来，月月跟他抱了。来抱了，都爸抱了。跟他抱了，抱了。Oh shit。我抓到蝙蝠侠了，我们离他们超远的，左边还有人拉绳呢、欸。等一下，他们有拉绳、欸，等一下有拉，等一下这边有绳。我拉绳，从他们脚下，从他们脚下，他们脚下超多人的。来了，完了，有都炸完了，被炸掉是不是？炸麻了，几楼？一楼、二楼，一楼都有人。一楼是几楼？第二只。一楼就是一楼啊。哦，这边。真是哎，那、欸、有个飞有，哎、欸，你某某有空可以救我一下啊！哥生气了，先去帮他们，先去帮他们，我们救我，这里有人！等，哦去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嗯，哇，你有自救，我要一楼很多人，我要合眼了。救一下月月，月月。月月，对不起了，来一次再见。哦，血，这里一只。这小包头怎样啊？你不要爽是不是？你啊，另外一个人，他老大来了。OK， 我觉得我们需要开一个检讨会议。我感觉整个会战里面有人在耍废。哎，谁啊？你们三个队长要这样霸凌我是不是？啊？我要是跟你们一样，我就是队长好不好、欸？我们没有说你啊，你不要急了，怎么急？而且完成三次急救，也是他生命线呐、啊。哦，是什么生命线？有两次就九 QOQ 啦。哎、欸，我完成急救。哎、欸，有人很急哦。谁？我来，刚来不及去哪里？我脸上有在皱。哦，蛇蛇生命线哦。他拳到肉，我被打死两次。不能说有人急了。嗯啊，好，可以，这样可以吧 ？OK。